小胖村美女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粉刷房间啊，粉刷油漆。我们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墙壁。我们看看这个墙壁往往有很多的眼儿哈。这个眼儿呢，我们第一步呢，先把这个房间呢，把它所有的小包都铲下去，然后呢，有眼儿的地方马上补上。好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看。那现在是有很多的眼儿哈，好，同时发现里边小包了，马上铲掉。有的地方呢，你就先搁这轻轻打一打，因为它就滚了。灰的时候呢，它就包了。你这个地方灰就非常。大家看看，现在高处呢，也就很难往上够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把刷子绑到最上边，可能这就能够到很高处。转匀，这个呢，一会儿还得刷第二遍，因为一遍可能刷到位了。到的地方呢，还是用这个刷子勾边呢，勾的比较齐。用刷子勾边，还有技巧，把刷子油呢抹匀了。抹匀了之后，大家看一看，把刷子按到这里，看，刷子蘸得非常饱满。如果左手右手都会，就比较方便。看看我这现在是用左手，用左手勾边，俩手交替的来。左手累了用右手，右手累了用左手。看，各位齐不齐？看一看，
勾边的技巧呢，就是这样，把刷子油漆蘸饱满了之后，看，就这么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然后啪，带回一下，看，没刷漆的地方再来一遍。好，这就比较好了。效果最好呢是干的时候再来一遍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客户要求不是很高呢，就这一遍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到了吧？这是勾边的方法。前脚的方法，这个先挪过来。手要求是不能抖啊，一抖就肯定刷不齐。蜘蛛网摘下来，这有很多蜘蛛网。下面这是演示的勾边的技巧。墙角的部位呢，就得用刷子这么怼，哎，然后刷的剩余油漆刷到这边缝上，这就保证这个刷子呢，它充满了油漆，而且又富有弹力。从这面，也是把这角的位置用刷顶一顶。这个都是比较刷油漆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刷法。比方说高的地方呢，爬上了一次，要尽量的左手右手都会刷，就能两边延伸很长，这就提高工作效率。每次呢要注意把刷子拿下来，不能放在地上。放在地上面，挪梯子很容易把刷这个桶弄翻了，所以弄得到处都是油漆，就很麻烦。高的地方大家看，它用高梯子；矮的地方呢，
我们就把它换上矮梯子，这样的勾起鞭子就比较方便。昨天那个呢？这是油漆就抹到其他的就是很重要的地方去，保证这个刷子具有弹力。好，我们大家看看，现在这个面漆已经刷了两遍了，就比较匀了，等干的时候就能更显露出它比较白了。这是用滚筒滚，小朋友滚下边，大朋友滚上边，这高墙很快就刷完了，就这么快。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地点线怎么刷，看看。先贴上纸之后呢，就非常方便了。看看，第一步先把纸清洁完之后呢，得要清洁。清洁完之后把纸贴上，看看。好，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贴，怎么刷。看看贴完了之后刷起来就非常容易了。把刷子油蘸好之后，大家能看到我吗？怎么操作刷子？刷子蘸好油之后吧，蘸匀了，这是一个技巧。如果刷子是油不匀的，你刷起来就很难如意。看，哎哎，看多快，看，非常的轻松。这就是技术了，会刷不会刷，看，这是个技巧，用这个腰做这个轴，站在中间，就像一个圆规一样，这样呢用的力就非常均匀，刷匀好，哎，第一遍完事，看看，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刷，好，这是刷地的线的方式。可以了。